已传出怀孕消息近一个月的阿雅，昨晚首度在微博晒出三个月的大肚照。阿雅画着大花脸，含着奶嘴，不改搞笑本色，并以宝宝的语气跟大家讲话，还叫板小 S 以后不准欺负自己的妈妈。微博称，今天是我第一次陪妈妈过情人节，妈妈觉得很奇妙，怎么会有个人在她肚子里，她在想我会长什么模样，会不会是个善良的好宝宝，呵呵，妈妈别想太多，所有的问题让时间来回答吧，心中有爱就是最美的情人节，我和妈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还有小 S 阿姨，以后你不可以叫我妈妈柳大哥了，哼，俏皮的言语之间透露着阿雅的兴奋，网友纷纷对这位准妈妈送上祝福，也笑称胎教这么特别，宝宝长大之后肯定很有喜剧细胞。网友也猜测，一直与阿雅远距离恋爱的男友陪伴在侧，搞笑照片出自准爸爸之手。